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主的话是阮的力量，得胜精兵。生命记33:25，你的日子怎样，你的力量也必怎样。有一块小地铁，一直过着快乐安稳的日子。有一日，主人忽然将伊献入黑路内，伊面对着极大的改变，感觉到十分痛苦。黑如烧，伊就如艰苦。小地铁安尼哀求黑岩讲：“黑岩大兄，好唔好稍微降落你的温度？我真痛苦啊！”黑岩经未起，小地铁声声。会哀痛，只好答应降温。过了无久，小地铁阁予人按火堆内拿出来，阁放伫个一块钢板顶，用铁锤一下一下地敲落去。哎呦，铁锤大兄，你好唔好轻淡薄？我真疼啊！小地铁阁开始发疼。铁腿也经未起，伊会苦苦哀求，要照着伊的请求做。最后，这个惊痛的小地铁，在无经过真侪锻炼的情况下，就出了工厂。可是过了无久，伊满身拢生伤了，阁满了真侪大大细细的伤痕。当小地铁变作臭铁的身份，卖到工厂时，伊哀叹了一声：“唉，若是我当时会通忍受遮的痛苦，就好了啦。”兄弟姊妹，生命中有一挂必经过的痛苦，一旦躲避了，就会失去了成长。甲蜕变的机会，求主帮助我有突破困境、面对挑战的勇气。咱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的天父，感谢你拣选阮成为你的儿女。阮求你帮助阮，在阮的生命中遭遇考验、试炼、甲。难受的磨练时，让我们有忍耐的心和坚定的信心，顺服坚持到底，因为我们的日子怎样，我们的力量也怎样，我们愿意被你塑造成为合你合应的器皿，训练成为你得胜的精兵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